真的是很多啦，地米啦，有够多啦。我就想好笑就老三可以拖，我就想想讲，你是安那啦？是走无赢，要烧火拖药啦。反正我烧一箱火拖，我感觉好笑的。我感觉迄火拖还可以用。然后我看到一两家较感动的，我甲你分享哦。哎，一个学生啊，上远了了，对伊看到拎一包槟榔给我啦，拎一包哦，一包哦，然后讲，然后我买槟榔请你安尼啦。我爱看这個，你这唔到唔到十六岁无？咱在想讲，就那中岛一便当的钱无？你买一包槟榔送人，就真感动啊！当然真注意啦，大家团结，讲真的啦，这个代志从这样看出来，当然开始真团结，都是人送物件的啦，大家拢爱叫我加油加油加油啦，什么拢人送啦，有鱼啦，有肉啦。哦，有水饺啦，今仔日卖了啦，有柑仔啦，有柳丁啦，毛豆腐啦，饼啦，鸡蛋糕棒啦，哦，足济啦，啥物拢有啦，内裤内衫嘛有啦，袜仔嘛有啦，哦，真正是济啦，地米啦，有够济啦，我老想好笑就老三可以拖，我只想想讲，你是安那啦，是走无赢，要烧火拖药啦，来烧火可以拖。啊，是讲你看我定咧行吧，欠火拖，反正我烧一箱火拖，感觉好笑的。我感觉我火拖还可以用，想讲这火拖当时要送我，我走袂啊，家己烧烧也是。当然真注意啦，大家团结，讲真诶啦，这个代志从这样看出来，当然开始真团结，啊，就真侪人来搞看，真侪人送物件来，我拄到宜兰来啦，花莲来啦，台东诶啦，我拄到迄真正足远啦，啊，高雄嘉义就免讲啊，台北家人都一堆啊啦。你讲我讲我花莲宜兰，你就想说东港有人对花莲宜兰赶来，啊了了佫赶转去。然后我看到一两家较感动的，我甲你分享吼。哎、欸，一个学生啊，一个学生啊啦，然后讲啊，等我跟你拍照啊。上远了了，对伊看到拎一包槟榔给我啦，拎一包哦，一包哦，然后讲，然后我买槟榔请你安尼啦，我爱看这個。你这唔到唔到十六岁无？咱在想讲，就那中岛一便当的钱无？你买一包槟榔送人，就真感动啊！我讲哎呀，我冇买这個，冇买这個。啊，当然伊用买啊，摕啊，我这袂当摕钱，我嘛甲摕啦。我嘛切了包槟榔，我嘛甲收啦。啊，所以这个我讲，其他人哦，真热情啦，真感动，这人家人情味啦。啊，嘛我拄到一个，一个应该嘛，但出事还袂出事，我嘛唔知啦。啊，送我一包粉的啦。阿公诶，我讲啦，送送礼吼，无分贵重啦。啊，即下我只切物件啦，啥物都有啦，肉包啥物较济，就有人啥物两个一盖关三十罐诶啦，哦，隔壁送一百杯啦，肉包毋知哦，我去两工肉包了来两工啦，吼、哦，啊嘛有啥物，就一手水也较有名啦，空肉饭啦，汤包啦，肉包啦，鹿港诶肉包啦，啥物都有人送啦，即真感动啊！讲真，即一包槟榔哦，你一箱两个感动，哎、啊，你看啊，先啊，看啥无钱啊，喏。即个就人家讲啊，即台湾人真正精明精明啊！所以即、这个讲起来，即件代志吼，玩家安尼热洋洋安尼啊，我真正感受着台湾人真正真热情，台湾人真正超人精明啊！啊，当然我尽量啦，我当然会使为台湾发出声啦，我蛮敢讲我代表台湾啦，我蛮讲一句话，我蛮讲我代表台湾，我蛮讲我代表台湾车界，因为台湾的车界比我较有钱啊，佫足济，台湾的车界比我实力较好的嘛，佫足济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不是上厉害的啦，只是我计较尔，我计较跳出来尔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四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